大家好，我是小黑老师，今天要介绍一个神器给大家，快易甲。好，什么叫做快易甲呢？其实它可以张开来，好，张开了之后呢，它可以拌炒，拌炒以外呢，它也可以夹东西，可以拌面哦，那也可以搭打蛋器，因为它是做活动的哦，所以我在做打蛋器的时候可以直接这样子拌，而且是符合锅具的贴面设计，好，整个都是贴面在锅子的边缘哦。除了可以拌炒以外呢，我们可以夹面线，好，那都可以哦，而且可以捣泥，然后你看整个的蛋可以这样子的夹起来。这只夹子非常的好用，然后可以进洗碗机继续洗以外呢，洗干净之后它也可以吊起来，这样吊或者是这样吊都可以哦。好，快易甲上手呢，可以让你料理非常的顺手哦。你看，可以拌炒，可以搭打蛋器，也可以加食物哦，非常的好用哦，不锈钢的材质哦。